猛牙雷霆杯 XYG 零封 TDG 夺冠，当前全程憋笑看受访选手景哲，生怕出声节奏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作为 K 甲打上来的黑马战队 XYG 一路高歌，如今已经站稳 KPL 临时席位，实力已经与 KPL 上游战队看齐。但这个夏季赛由于频繁更换教练组成员，导致 XYG 一直处在磨合期，成绩从 KPL 四强慢慢的退了回去，可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有的，并且 XYG 的二队也非常厉害。最近 XYG 二队在猛牙举办的雷霆杯中居然零封了广州 TDG 二队夺冠，而 XYG 的队员们想必大仙的粉丝们应该都知道，除了实力也非常搞笑。可不得不说的是，作为大长老发育路的景哲在几次比赛中都站了出来，很多次都被官方请到采访一下，这次受访大仙意外的没有笑出声。不过能看得出大仙全程憋的也是非常难受，生怕自己笑出声来给景哲再次带来一波大节奏。因为之前在 XYG 2比0狼队后，景哲就被受邀采访，可看到他的发型，粉丝们不仅弹幕口罩了，大仙也没能憋住，直接笑出了声。地上有一些改变，这个什么暗酷、暗月、暗梦、暗豆，这个是有了解到是什么原因吗？一股神秘的力量吗？他们有跟你讲吗？这个不太方便说，这个不太方便透露。那为什么你没有改呢？你还是叫了这个景哲的 ID 上来？这也不方便透露吗？也想问一下景哲，就是总结下这两局这个酷鞋的发挥吧，就是一局花木兰，一局夏洛特。酷鞋发挥特别亮眼，酷鞋大哥。那今天这个酷鞋一直玩的都是站边，是他自己要求的吗？和教练组肯定也有协商的。一个管20岁酷鞋叫大哥的景哲，头发居然突出了他二舅的形象，不愧被称为大长老，在整个 KPL 联盟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每次看到他散发出的气场，那种喜感似乎都盖过了他的实力。其实景哲在二队的实力和地位大家也都能看出，并且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，每次景哲受访的回答都会有些许官方的感觉，而且情商拉满，听着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，真的是实力和相貌并存的选手。酷鞋大哥，他18岁，酷鞋20，大他几岁叫句哥不是正常吗？哦，现在的热度也不低于 XYG 一队的一些选手了，希望 XYG 其他的长老们也能多多出来社交一下。虽然仙粉们扣着哈哈的字幕，但心里是善良的，绝对没有贬低的意思。